对于一个馒头来说，最好的归宿就是在一个早晨热烘烘的出炉，就着阳光和雨露的清新，然后被欢天喜地地吃掉。妈妈，我不想吃馒头。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。这年头，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，就要大胆走出舒适区，开辟新天地。馒头就这样开启了探访深造之旅。要声明的是啊，在上海话里很少说包子这个词，包子一律都叫馒头，肉包子就叫牛馒头，菜包子叫菜馒头，小笼包子叫小笼馒头，那没有馅儿的呢？哈哈，阿拉就叫大馒头、白馒头。馒头自我修养的第一站去的是一家非常古老的店，创立于1851年的杏花楼。杏花楼一年四季永远在排队，在外卖窗口每天都聚集着远道而来专为尝一口馒头香的挑剔顾客，一买就是好几袋。这些看似普通的馒头给杏花楼带来日均40000元的销售额，对技术副总监张吉全来说，既是骄傲也是压力。在上海餐饮界大名鼎鼎的张师傅，18岁进入杏花楼学做点心。几年前，凭借蛋黄肉松口味的青团，在上海滩百团大战中一战成名。Oh my god！ 太好吃了。虽然工作重点已经转向了管理岗位，可每天早上，张师傅都要去厨房看看馒头生产，各种细节稍有不对，都会被严厉纠正。应该几克啊？啊？还能回去？对吧？65，78，差多少啊？稍微快点，快点，速度啊！老早这种生活，那种各种才属于上手生活，做不好上手生活，搞卫生，做下手生活去。杏花楼的馒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他们可是家世深厚，沿用了中式点心的古法手作。我们这个馒头呢是这样子，因为一特点呢就是用老糕制作，它不同于现在的制作商。我们这个菌种呢，因为是自己培养的，这个菌种里边呢不是单单的一个酵母菌，它还有很多的那种有益菌在里边。张师傅还研发了和面时两次放糖的技术，这样口味更加香甜。这个差别在，我没有个2-3年你根本是学不会的。包子的它怎么会形成这样松软，它就是一个酸碱综合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它的发酵程度是不一样的，还有一年四季它的湿度温度就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配的对的碱也是不一样的。其实就是法无定法，就是你掌握这件东西的就是那个当时的状态，就是一个经验的过程，但并不是一个死配方。一颗成功的手工老窖馒头，不仅外形饱满，皮有韧劲，而且有独特的甜甜酒香味。老窖馒头还有最大优点，它保湿性强。我们这个包子呢，就像用了小棕瓶一样，用了精华一样，它会很柔软。光靠皮子是不够的，上海人对口味的要求很高，作为上海好馒头必须要有丰富的内涵。哇，馒头家族怎么有那么多亲戚啊？杏花楼豆沙嘛，也是上海第一块牌子，对吧？这个我们有我们的独特的工艺，包括它的选料。看我们豆沙是油豆沙，不是水豆沙。肉包和鸡肉包也是人气很旺。广式点心对食材要求很高，肉馅不加酱油，是白汤，如果品质不好，一口就能区别。叉烧包酱汁独家熬制，用料十足。没有秘诀，质量取胜。我们这个包子你看费时费工，相比之下同样做个包子，其实我们的成本要贵很多，但是杏花楼是服务大众的嘛，只不过是想留住一个
大家一个儿时的记忆，一个老的味道。哎，我们不是在参观金牌馒头的制作过程吗？怎么突然到了体育馆了呢？这喷薄的肌肉，这充满爆发力的扣杀，不可想象，居然是斯斯文文的张师傅。他的运动天赋可是备受激赏。秘诀就是他的手腕力量超级大，手指力量超级大，完全是靠他的手腕跟手指来的。我们来说的话，这个天赋非常的好。可以在他做点心的地方全部来打羽毛球。最重要就是夯实的是基础，要侬要不断的自我突破，自家要用心，要沉得住心。什么叫一万小时定律啊？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抱着一万小时浓厚的兴趣去练习，基本上都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。这也意味着要有10年的专注和付出，才能有一点成功。我七九年，这个年代呢，实际上是知青小人普遍多。老法里讲起来，侬做知识个行当，最起码侬别饿死，就是抱着这个一个念头从事这个行业。但是我蹲了后头呢，就是讲做的生活蛮多，好像是能尽心的去做。既然大家自己回家了。凭着最简单的一只馒头和一块糕，张师傅获得过世界烹饪大赛个人金奖。继网红青团之后，他又和伙伴们在研发新的美食。170岁的杏花楼有颗不服老的心，也正是因为有着张师傅这样耐得住寂寞又不断创新的手艺人。18岁到38岁，我是学艺与杏花楼；38岁到60岁，我是把技术还给杏花楼。我们有使命，就把这些手艺再传回给杏花楼，传回给他们下一代。上海人讲究荤素搭配，喜欢肉馒头、菜馒头搭着吃。接下来馒头要去学习的也是一家百年老店功德林，据说那里有颗菜馒头让肉食动物也产生怎么那么好吃的感叹。功德林这个素菜包与众不同，曾被评选为金牌小吃。和紧张严苛的杏花楼点心厨房不同，这里安静祥和。杜师傅每天要和搭档们手工制作2000个馒头，馒头馅儿绿脆香的秘诀就掌握在他的手里。功德林因为么子相对来讲比外头稍许贵眼眼，因为用的原料比较好嘛，阿拉在外头当天做的，就是现做现卖啦，搿芯子也勿过夜的，等拌好了就开始做了。馒头来到了厨房，面筋、香菇、黑木耳、青菜，功德林酥菜包的食材看上去好像和其他家也没什么两样，它的含金量在哪里呢？香菇阿拉侪用荆棘多，荆棘的啦，就是老小一只香菇，伊肉头嘛老厚的，但吃口嘛老香的。本身菜包叫有股香味道，跟人家有点不一样。不一样道理啥？就用自家的米浆，用自家拿米粉打成浆，然后再从浆再榨出来，然后再阿拉再拌了个菜包里向，再好拌了菜包。阿拉青菜都不是用的红黄菜，因为老早子青菜都侪是到天热，因为天热雨水少嘛，搿菜出来就老苦的。葛末阿拉寻了好几位人家比较下来。结果寻到一份人家叫花黄菜，搿份人家的菜倒蛮好的。伊个菜倒菜刚刚嘛又绿，外加伊个菜呢又嫩，所以成本是高点了，就是讲价钿是要比人家一般的菜要贵点。但是呢，伊搿个吃口好。看来味道好，首先就是要真材实料。来制作过程当中呢，也有点巧开的，对吧？搿么加上讲点也无所谓，就讲阿拉辣盖搿做的当中，人家一般性呢是用。开始摆下去，才好就摆
摆了搿个冷水里结了，阿拉勿是，阿拉直接是摆了冰块里向，马上就脆了，颜色变变绿了。如果真正一个菜刀是摘了是老好，师傅啥侪辣盖弄个最好，伊出来个菜是脆的。这块方寸之地，就是杜师傅每天工作的地方。蔬菜包也有吗？有的，有的。他会耐心回答顾客的各种问题。有种老顾客啦，伊不吃荤的，伊就吃素，所以伊总会带了得来的。有辰光啦，就是要下班了，伊碰到搿种老顾客了，就哦，再拨伊做点了，伊老开心。杜师傅慈眉善目，挂着浅浅的笑容。功德林的净素二字在他身上能感受到这种特别的气质。当城市瞬息万变的时候，他一头扎在厨房里，安心精心做好一枚枚菜包。做素的呢，相对呢比较单调，也比较搿个叫啥个清静一点，人与人之间好像没啥老复杂的事体。再讲我自家做做呢，觉着蛮好。今朝是十五，所以来的人特别多。咁么，你让我忙的，咁么所以吃饭吃了晚了。阿拉每天做七个半钟头，就是讲我拿搿吃饭的辰光侪算脱了。阿拉是因为是冷吃嘛，就等于没吃饭辰光了，就等于等个吃好就过来做。阿拉搿几场没啥辰光摆了菜呢，就是讲阿拉到搿个叫啥参加世界烹饪比赛，全国世界烹饪比赛辰光，阿拉比到第一名的，集体跟个人，阿拉侪比到第一名的，所以阿拉今年就帮了每个人，去参加人回来侪一人做套衣裳，就来穿了搿件衣裳。就讲侬既要得到奖，还得要还要有搿级别，侬再好穿搿衣裳。从小小的一枚菜馒头上，杜师傅收获了职业的自豪。2006年，他用功德林素菜包馅料原理创意的素饺和酥包，获得了中国烹饪世界大赛个人赛面点项目的特金奖。忙碌之余，他会研发精美的蔬果点心，把过去的面点经验投入到功德林的素食文化中。功德林最初全名是功德林蔬食处，蔬似乎比素更有着一层纯净。跟搿搭做对伐？还有个特点对伐？我发觉了，人会得到有种智慧，到得来做了以后对伐？我就侪是用搿个，哪能用搿种形状，哪能转到素个高头来？所以我就辣搿高头始终来动脑筋。人家讲吃来，我也勿觉着吃来，觉着还是蛮乐趣个啦，种。城市里的小吃千变万化，层出不穷。不少素菜馆走高价路线，但是功德林金牌素馒头就是几块钱一个，手工剁的馅儿，手工擀的皮，18个褶，一丝不苟，至今还在坚持。阿拉呢就跟搿菜包上看看是蛮简单的，对伐？搿做还是蛮复杂的，但是呢，阿拉为了顾客咯，客人吃了满意，葛末阿拉就辛苦点也觉着没啥。还有一颗很有身份的馒头深藏功与名，据说潜伏在南京东路步行街，北有全聚德，南有燕云楼，在这里可不仅仅是烤鸭有名，还有一样金邦名点，据说曾是宫廷御点。旧时坊间只有高级饭馆才有供应，清末流传到民间是一道典型的粗点细作，耗时耗力的点心。仔细看，这怎么算是馒头呢？分明是化妆成馒头的面条。看，
面点师傅先把面团用撑面的方法反复出条，把面筋理顺，双手间来回绕搭，拉长对折，需要上劲均匀才能拉成粗细一致的128根银丝，出条、切断、擀面、柳丝、包紧、蒸制，工序多达10几道。在面点制作中，银丝卷的制作工艺达到了极高难度。盛盘后被切成两半的银丝卷可谓巧夺天工，千丝万缕大隐其中，连金庸先生都把它写进了《射雕英雄传》。黄蓉为了让洪七公教郭靖降龙十八掌，曾做银丝卷讨好洪七公，洪七公一面大嚼一面赞妙，还叫道：“来来来，银丝卷滋味不坏，简直比鸭子还好吃。”方寸之间见天地，细微之处有乾坤，无论是烹饪还是武功，道理都是一样的。还有两个馒头是地地道道上海的人气名点，一文一武，风生水起。小龙馒头是大家闺秀，多少有些端着架子。相比之下，另一个馒头100年前出生于老虎灶边，如今既风靡街头巷尾，有草根气质，又能登大雅之堂，入选米其林推荐美食。有人说，吃生煎馒头总是能想到初恋，这幅呼之欲出、活色生香的样子，总是让人那么动心。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一定要带他去吃生煎；如果你还没有钟情的对象，那么先学学怎么吃生煎。先要一小口，先把那个口咬破，一次一起进去。先开个天窗。也可不要去人家吃吃，就是意思就是讲汤会得飙了人家的地方。生煎能吃出礼仪，恐怕只有上海人了。吃生煎还能吃出不同的江湖派别，恐怕也只有上海人了。大湖春，清水生煎的掌门，还有另外一种门派叫浑水生煎。如果你搞不清清水和浑水、和面和死面、脆底和酥底、白汤和红汤，也不要紧，只要你站在云南南路这口大铁锅面前，就会对这个馒头失去抵抗力。这个将近20斤重，这个是我们老师傅原先请人家是打的，但是现在你也打不倒这种锅，现在这人都不做了，铁锅烧出来呢，它就跟那个一般的锅就是不一样，底板呢就软，松软有一点。看张师傅烘生煎视为一趣，生煎馒头在他手里就像有了生命一样，变成雪雪白的泡嫩嫩，挤在铁锅里打哟，不行。煎馒头的火候非常重要。像我们几十年做这东西，即便你不要什么掌握什么时间的问题，就是你自个感觉水下锅的时候，你看现在这个水，这声音就是不一样了。你看你刚才就听不到这声音。生煎除了用油还要加水，过程漫长，这样才有皮软底脆的口感。如今有的店家没这个耐心了，还在坚持的张师傅像一个潇洒不羁的大侠。你要是开始三个锅通通都烧的时候，你根本就没有时间考虑家的那个去分，你一点心都不能分。人永远都要吃的，他就吃的他又不能不吃了，不管到哪一天他都要吃饭的。这饮食那红薯他不会来说没有合作的。
生煎出锅了，微汤，脆底，松面，紧肉，咬一口，那就是一个字，嗲。这是一个不断求快的时代，我们被时代裹挟着向前，身不由己。很多小店也随着时代变迁不知去向，所幸的是，老味道留了下来。基本上总归一个头总归起码来一两趟嘞，我一直来街上来装的，装好之后再去大家想一想，吃吃，这个小辰光味道呀，老好的。在云南南路上，生煎馒头还有个大块头金灿灿的表哥，非常有人气，红肠筋牛肉煎包。每天早上这扇小窗户一开，吃拉吃拉声冒出来，这队伍就开始源源不断排了起来，一不小心还要被迫不及待的食客撒狗粮。哇，一个多钟头了，两钟头了，哎，一个多钟头，还要等两分钟，哎呦，一分一，我还有两分，要四分钟，还是两钟要炒。牛肉煎包在馒头家族资历深厚，身世却有些神秘。据说它100年前在上海就出现了。现在做牛肉煎包的人家不少，但是上品纯正的，就只有清蒸馆子才做得好。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红肠筋牛肉煎包的爸爸，这里的点心主管李师傅。天气一凉快，加上又是中秋前夕，牛肉煎包大受欢迎，这可把老李忙坏了。但是性格开朗的他，越忙越是乐呵。我泡基本上2000只最少，几乎不停，就是外头煎，里向炒粥，伊总会是有人就去。过日子嘛，总要开心呀，你活也干得舒服，做活也大家心情都好，不能太郁闷。李师傅块头大，包出来的煎包块头也大，比普通的生煎馒头几乎大2倍，馅儿也比其他家的牛肉煎包10成。我们用牛肉，就是牛脖子肉，就是它那个活肉嘛，还有这个烂条肉，瘦的、肥的都有的，拌出来这个肉好吃。我们自己调制的秘料，调制的配合在一起的，有什么核心秘密不能跟我们说的是吧？吃个味道，吃个味道就行了。这是那个拌馅儿，加水吗？加水那个出来汤汁，要放牛骨头。放那个香料，十几种香料放进去，要烧7-8个小时以后，冷却以后，达到那个馅儿里边，出来那种口感还好。点睛的一笔来自于咖喱，加了它。馒头本身拥有牛肉的朴素清香，突然变得俏皮起来，平庸的生活也增添了风味。大块头们，你挨着我，我挤着你，光是看着就有种幸福的感觉。再翻翻身，轰轰肚子，不一会儿，馒头皮就变得焦酥油香，还冒着小气泡，分外诱人。
老李十几岁就来上海做点心，因为清真餐馆的小吃种类比较少，他一直在动脑筋引进开发更丰富的口味，其中最具人气的就是牛肉煎包了。即便搬家再远，老食客们每月都要专程赶来捧场。一刻不停的老李中午终于能来楼顶透口气，这位笑得和他一样乐呵的是他女儿小李，在红长兴负责制作西点。没希望的，我好像也没啥希望。你看过年是最忙的时候嘛，不可能回去的呀。中秋快要到了，小李和师傅们正在赶制月饼，在外打拼不容易，这里的员工亲切的像一家人。我爸不是在下面，人家做的蛮好的。你要在这上面做的，要是说，哎呦，谁谁谁不好，女儿不行，你不是也感觉自己也要争口气呀？那第二份工那边在南京路上干嘛？在哈根达斯当服务员。小姐姐，我们总店红长兴，刚刚那个小哥哥还有大姐，德兴馆。我们是外地的，进来出来就是赚钱的，所以说我们就打两份工，辛苦一点。他是上海人，几套房子，我们不没办法和他比的，他最牛。热烘烘的牛肉馅月饼出炉了，月饼寓意着团圆，可老李和小李却不能和家乡的亲人团聚。很小的时候，小李就和父亲常年分居，而今他也和孩子相隔两地。本身你看我爸都蛮乐观的，我们又本身蛮乐观，现在就是我小孩也很乐观的，你怎么办呢？你不乐观这一天这日子也要过呀。想小孩这肯定是要想的，其他的这日子你工作你就是爱一行嘛，你干嘛要去想想不好呢？想不好这个日子没法过。那村里有三十万了吧？八十万上来个没面房子，我也给你不借。牛肉煎包窗口前的队伍还在源源不断排着，当你品尝起这个胖胖的带着异乡味道的大馒头，是否也想起了在异乡打拼满足我们味蕾的老李和小李呢？参观之旅结束了，馒头默默回到家里，在蒸锅里团身而坐。他不再向往着一场惊世蜕变。别人家的优秀孩子有令人叹服的本事，有金牌荣誉的加持，但即便你什么都没有，老老实实、简简单单，依然能满足人们朴素的需要，吃饱踏实。每一枚真材实料用心被做出来的馒头都有它的存在价值。